如果你都想整寵物蛋糕，但屋企又冇咁多架餐嘅話，可以學我咁去自助烘焙店度整。希望住址可以避免露菜，食多幾啖啦。依家自助烘焙店最近就推出了一个 DIY 宠物蛋糕系列啊！今天我哋就试整呢一款幸福摩天轮。成个 DIY 步骤同平时去自助烘焙店整蛋糕差唔多，两手并并去到铺头，铺头入边就有齐晒材料，睇住 iPad 短片学整就得。有唔明可以问导师。最重要整完不用洗嘢啊！虽然咧出边买的宠物蛋糕咧都会话俾你知用咗啲咩材料，不过自己整就最安心啦。你可以选择用呢一度提供的宠物罐头，又或者自己带佢中意嘅罐头嚟都得噶。呢度暂时有五款不同口味和造型宠物蛋糕，其中一款就因为有狗饼，所以猫猫就不吃得了。